Hello，大家好！终于啊，让我找到题材了。最近呢，上去包酒会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题材可以拍。但是呢，跟以前一样，千篇一律啊。每次这样滑都是这些东西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个有趣事情。看，这个是三小屌西之实况总秘密弹，秘密弹双弹，金鸡碾压，喜分精神，小 V 轻松拿捏。狗神下凡，无力回天。喂，喂，我到了，我都要走进去警卫。我感觉这个人适合当 YouTuber，这个标题都下得很好。屌打知名直播主一剑，一剑心态当场炸裂。职业选手威风打成痛风，职业打手无情送冠伟下分，可怜一剑再次崩溃。这个人是每个人都臭哎。好啦，白痴，我脱稿了啦，只是刚刚滑到这个太好笑。OK， 我们讲正事。反正呢，这些东西都千篇一律嘛，全部什么都是代打、啊。然后有人就跟我说，你在859以上搜寻随机，会出现很多有趣的事情。随机，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。你们看，100个造型至300个造型随机账号出售，300块。韩服账号随机，超级多随机账号的。还有积分随机的韩服账号哦，所以有可能300块我可以直接不小心抽到一只精英的韩服账号。反正我自己哦很爱赌博，这种要赌的东西我就是很有兴趣啊，虽然每次都是输的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再来赌看看。然后这些我基本上都看过了、啊、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哪一家卖场比较让我有更大的中奖几率啦。随机等级、随机造型、随机引分，所以有可能到精英引分的，然后有可能全造型的，这是最好的情况下。但是没有办法更改密码，一只账号200块，也有保底100造型的方案，一只只需300元。账号无法登录会补发账号，保固一周啊，有保固是还蛮好的。再看一下其他的，韩服账号的话下次拍吧，这个有个韩服随机账号的，100个到300造型的随机账号。300块，账号原主人很久没上线，有机会被找回，这个就没保固啊。不过他可以保证100到300个随机出，他有个上限啊，就是300个。这边也有随机的，可是这个是600啊， 600太贵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先买一只200的。这家如果都没有开到好的，我就换别家了。我今天这个影片就是测试啊，就实测这种账号盲盒到底是怎样的。那如果你们看完我的影片，然后也想要赌博拿去买的话，抽到垃圾不关我的事哦。我这部影片就是实测给你们看。喂，兄弟们，买好了，我这次买的是200块的随机套餐。我们来看一下我这200块到底值不值吧。它就是不能改密嘛，就只能当小号玩一玩，就可能如果有很多造型的话，就是体验一下，打打小号练个脚之类的。OK， 目前看下来。这是账号82等，80000的蓝粉欸，英雄基本上可以全买，还可以改好几次名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战利品有什么，很多英雄造型的话都是垃圾。什么账号？金牌一，然后只玩猫咪的。OK， 欸，这样他引分蛮高的，他十场他打了11胜，73胜率，然后金牌一，还不错。200块买了一只高引分的账号。 OK， 到了最重要的地方了，我们的200块到底值不值得呢？造型，太少了吧，就这样吗？你们觉得这200块值不值呢？我打听了一下，我听说这种账号是当初 Garena 就是转移账号的时候，有些人没有第一时间转移，就被那个骇客用那个什么扫号机哦，大量扫号把你们的号全部都盗走了。我之前那只账号也是这样子被盗走的，所以我猜8591这一堆应该也都是用那个方法刷来的啊。韩服的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如果你是这个账号的主人的话，就是可以私我 IG， 这账号就还你了。我们试一只300块的好了，保底100个造型。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造型会有多少，因为现在账号成本拉到300块了。我的审核，哎，
赔支赔支，这个客服说有保护的，赔支赔支，还可以有被锁的 ，OK， 来吧 ，OK， 这个账号没有人登过，没有打过积分，11万蓝粉，哇，好多、哦！等一下，怎么那么多？这个达维斯造型很帅的，先合一下。这账号好像可以耶，300块，还有随机传说造型，来个雷文吧。刚刚抽到一堆东西，其实我感觉已经回本了啦。回本不是重点，最重要能不能赚。我这种赌徒，到底能不能用300块开出一只价值更高的账号呢？我们直接点下去。哦，392个造型，已获得2019，代表这个账号2019就没人管的。一样，如果你是这账号原本的主人，记得私讯我。OK， 应该不用看了，已经很赚了。还有永恒荣耀雷文，哇，造型，好多好帅的造型哦。这波已经赚了，这账号很无敌耶。大部分的赌徒其实都觉得见好就收，可是我不是，我要赚更多，我要继续赌，我再买一只。来咯来咯，我又买好咯。越来越期待了呢。靠北，这是我好友怎么开到一个精英账号啊？你再试我，我把你账号给你，看你能不能找回去，能不能改密。哇，账号盲盒里面有精英账号，大好友都是一些职业的。那这个人也太不小心了，开到这只账号其实应该要开心的，不过这是好友的号，没办法，先把这个账号还回去最重要。我就帮到这了，最后一次来个300的结尾吧。我这样是不是买一只就等于说就一只账号啊？等一下，这账号怎样？没有人开过是转移之后他连开都没开过超像那种新账号的。这名字也太长了吧？听说名字新的可以取得很长，是真的吗？这账号也是奇葩造型100多个。暗夜师的牙叔可以，好啦，还 OK 啦，这账号应该刚好值个300块吧。啊，如果一样，你是这个账号主人，一样是我 IG， 我再救了一只账号。今天的英雄联盟账号盲盒系列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